自己比较紧张的就是我草莓园放火的那一场吧，我觉得那一场是可能是因为刚好那个前阵子下雨嘛，所以其实农场的路都很泥泞很湿滑，其实我们要走上去草莓园去布置那些东西其实还蛮费力，就是要把草莓棚都沾满了棉条，然后还要弄汽油干嘛干嘛的这样，但就是还是会百密一疏啦。突然间有一场很大的火，然后那个火就是把我要走的路线也烧掉了。我心想，哇，如果这时候 action 的话，我的气应该很足，因为是真的着起来玩。那我们跟那个没有撒到的地方其实差不到一步，一大步的距离。然后他说 action， 一点火的时候，我感到后面很热。点火。我发现，我脚上怎么有火？然后火是冲上来，刚好撞到小山丘，冲上来之后烧到我的膝盖跟小腿那部分。那时候真的是很痛，那瞬间被我灼到了，然后就抱着腿在那喊。啊，喊了一句脏话啊，干，好痛，好痛。然后那也是台词里面没有的。然后说心想，哎，还没卡，好，那还没卡就演下去吧。完，还好那个镜头可以用。